踢出这个力量很重，对。 自己的特点很是本选手，喜欢粘着打。对，这个选手粘着力很，哦哟，这个后手命中了啊！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这个拳法，看似自己有，看的是很瘦啊，但是这个干妈劲儿很大。对，哦，手分踢，飞龙这手踢得很漂亮。啊，但是中近距离这个上下发力的拳，漂亮漂亮，还是做的不怎么，还是在找慢慢压进的这个感觉。刚才韩飞龙用那个，哎呦，转后摆，后摆拳。 一下漂亮，这下很重，对，这很突然的这一下，我们都没有想到。我刚刚想说韩飞龙之前那个把智久放倒的动作，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智久啊还是有点发晃啊身体。抓住之后连续击打，智久这应该喊停了，我们看智久应该怎么样，还是没有恢复过来。 韩飞龙跳膝，防着住了魔镜，输了。这一场韩飞龙第一局2分40秒。